今日是五月二日复活期的第五主日。今日教会来读经是读经一呢，就是中途大事录的第九章，关于巴尔纳伯介绍给这个扫罗呢，给一些中途认识，就作为一种就是推荐保罗同这个就是犹太人的就是基督徒团体和好。咁读经二就系约望一书嘅第三章十八至廿四节啦。另外福音咧就系约望福音嘅第十五章一至八节，系即系耶稣以自己嘅葡萄树作为比喻啦。即系都系佢临别嘅赠言啦，系带出即系佢响父内，父亦都响佢内。形容即係佢同父嘅關係，都形容即係信徒同佢嘅關係。今日三篇嘅讀經，即係我最感受最深刻嘅，亦都讓我一種好大嘅反省，就係喺約望一書嗰度有一句説話咧，就係縱然我們的心責備我們還可以安心，因為天主比我們的心大。天主比我哋嘅心大，我哋嘅心好细嘅，即系好多限制，我哋好小气啦，好多责备，好多容易责备自己嘅声音啦，好多自责啦，好多内疚啦，即系所以呢度我就有一种感触咧，就系因为我自己嘅回顾都系我庆幸我自己感恩，冇生命之中好大嘅遗憾或者。做錯一些很大的事是不可挽回，即我都想象到如果有一些事是不可逆轉不可挽回，即 我的內心是很難處理的，即會很內疚會很後悔，但生命之中都有大大小小的事 都會有一些有一些後悔，小小後悔，即會回到他的處境，覺得如果我早知咁樣，我就唔會咁做啦，係咪？即係我回顧喺個幾十年嘅生命之中嚇，我自己嘅頭痛啊，我自己嘅選擇嘅職業啊，咁樣多多少少翻去都有啲場景係覺得自己如果當其時我如果唔係咁偏執咧，如果唔係咁硬頸咧，我就唔會咁做啦。或者某啲處境咧，我覺得自己係比較急進咗啲嚇。冇聽到其他人講多啲，所以咧就即係做咗一個決定。如果而家俾我翻轉頭咧，可能我唔係咁做，即係多多少少有呢啲自己內心責備自己嘅一種聲音。尤其是我即係而家喺長洲市衞政院嗰陣時陪伴啲被靜者嘅時間咧，時常都會聽到好多朋友內心都有一種內疚嘅，即係以往生命嘅傷痕啦。無論是父母家庭或者是自己的決定，這種傷痕很難磨滅的，甚至乎影響到自己有一種對於人人之間有一種偏離的信念，或者自己不是很放過自己，對自己很嚴謹，聽到其他人生命的經驗都，我想都聽到其實內心最大的一種即係阻礙我哋嘅自由，就係自己有一份對自己責備嘅聲音，對自己有一種好羞慚嘅一種感覺，甚至乎一種警戒，就係有陣時自己都唔想分享自己嘅故事，唔想再講，唔想再去掂，亦都唔想講自己嘅故事，因為有啲人即係覺得太過 shameful 啊，呢度嚇 shameful 係會令到我哋係阻礙咗我哋同天主嘅往來。不過今日呢句説話就係好有意思嘅，即係我睇到，所以就有好大嘅觸動啦。即係呢度即係約望一書咧，即係伯多祿講得約望講得好清楚啊，就係縱然之間我哋嘅心責備我們，即係我哋唔放過自己嚇，但係我哋仍然可以安心，因為如果能夠。即係將自己真係交付俾天主，天主嘅心可以容納到我哋。即係呢度我哋可能自己覺得無能為力嘅地方，如果我哋
願意將我哋自己內心份感受啊，即係能夠將呢份創傷啊，將呢份責備啊，呢份過錯交俾主嘅時間咧，雖然自己冇辦法去補救啊，不過呢度就講到，因為天主俾我哋嘅心大啊，有呢份信德咧，係有呢份盼望咧，即係我哋係可以即係將自己嘅心呢一份啊呢份所謂對自己嘅嚴苛咧，對自己份責備咧，係可以醫治好嘅啊，因為如果我哋冇辦法醫治治好自己嘅時間咧，冇辦法可以自己即係整合到自己呢樣嘢咧，我哋嘅心時常責備自己咧，其實我哋亦都會同樣嘅態度咧，用去責備其他人啊。一個對自己嚴謹嘅人都會對其他人嚴謹，一個人對自己嘅心去責備咧，其實都容易對其他人有呢份責備啊。所以呢度即係因為耶穌睇得好清楚，就係要我哋能夠相信佢咧，即係天主嘅心比我哋大啊。如果有呢份咁嘅盼望，有呢份咁樣嘅信德咧，即係呢度我哋無論我哋以往有啲咩過犯啊，有啲乜嘢錯鑄成嘅大錯好，不可逆轉嘅錯誤好咧，天主嘅心可以裝載我哋呢份嘅過錯，只要我哋可能有一種喺佢之內嘅一種真正嘅歸依啊。所以呢度就係有少少對應到今日福音所講嘅，即係都係《約望福音》啊，即係耶穌所講嘅葡萄樹，即係呢個就係好鮮明嘅一種圖像啦嚇。葡萄大家都明白樹，如果截咗枝咧，搣斷咗佢咧，嗰個枝咧就唔能夠生存，即係啲果實都冇用嘅，都會凋謝。所以呢度，所以耶穌係我哋嘅救援啦，亦都係翻轉頭就係即係耶穌早幾日之前講我是即係道路、真理同生命，即係我哋如果能夠串連到咧，同耶穌能夠串連到的話咧，不單止我哋可以享受到天主嘅心比我哋更加大，得到呢份治療，而且我哋呢份養料咧係繼續俾到我哋，好似樹供應俾啲樹枝。啲樹枝可以供應啲樹葉啊，跟住可以開花結果啊，仍然有果實。我相信呢個耶穌喺佢個臨別贈言啊，即係佢要離開呢個世界之前，我諗佢就用呢個好鮮明嘅圖像同我哋講，就係我哋要相信天主，因為天主嘅心比我哋大。好啊，今日可能今日我嘅邀請呢份福音啊，同埋讀經嘅邀請，就係。睇下自己，即係過往其實有啲乜嘢係後悔嘅地方，有啲乜嘢自己仍然仲放唔過自己嘅地方。呢啲就係自己嘅心責備自己嘅地方。有陣時我哋未必知道，有陣時亦都未必承認添。即係第一步，我哋就求一份咁嘅恩典咧，讓我哋接納自己嘅呢份懦弱啦，呢份軟弱啦，呢份做錯咗。唔能夠寬恕自己嘅一種啊，自己唔能夠寬恕自己嘅一種責備嘅一種嘅説話。呢度讓我哋回顧一下自己停留喺呢份係一份痛苦嚟嘅，停留喺呢份痛苦之中，唔係話要緬懷呢種痛苦，而係我哋接納佢係呢樣嘢，睇下有冇影響緊我哋。影響緊我哋同其他人嘅關係，我哋同天主之間嘅關係。如果係嘅，我哋用約望一書呢一句説話就係可以幫到我哋。縱然我們的心責備我們還是可以安心，因為天主比我們的心大。好啊，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啊，主有各位。